恭敬大德圣体，为之发挥一切众生，请转妙法轮，教导我们如何了生脱死，离苦得乐，速证无生。西游世尊，如来善护念诸菩萨，善福诸菩萨。西游，西稀少，有就是有，这很少有的，很少有的什么呢？很少有的世尊，很少有的佛。释迦牟尼佛伏坐而坐，一句话也没说。须菩提为什么这样多事？无风作浪，无事生非，头上安头，向上取向，为什么这样呢？这岂不是所谓啊，没有事来找事情做呢？释迦牟尼佛一句话也没说，他为什么就说稀有了呢？啊，或者释迦牟尼佛说个什么道理，有一个什么表现，这他说稀有事情就可以的。现在释迦牟尼佛无所作为，只是啊不坐而坐，他就说稀有。那么各位啊，应该在这个地方啊着眼啊注意一下，这个一部《金刚经》的道理也就在这个地方。释迦牟尼佛伏坐说法已经，伏坐而坐说法已经，说法已经完了，所以呀、啊，须菩提才说稀有世尊，如来善护念诸菩萨，善福主诸菩萨。这个说般若就是护念诸菩萨，所说的般若也就是福主诸菩萨。在释迦牟尼佛离言说相，离文字相，离心缘相，离切诸相而说这个实相的般若，一般的凡夫是没能了悟这种般若妙法，所以呀、啊，须菩提，你看，只要想个办法，令释迦牟尼佛再说一个全巧方便文字般若。本来释迦牟尼佛这选说实相般若已经说完了，啊，说完了，这只有正果的圣人懂这实相般若，凡夫虚子是格格不入，是这个须菩提呀、啊，为大权示现，为众生请法，所以呀、啊，才从大众里边呢站起来，把右边的肩露出来，右膝跪到地下。
过合掌恭敬对佛说，说稀有世尊呐、啊，说啊，真稀有，真少有，少有什么？世尊，世尊这个实相般若呀，善护念诸菩萨，善辅助诸菩萨，啊，这个法神妙到极点喽，世尊。这所以这为众生清法，是吧？又成了一声世尊，是吧？善男子，善女人，说是啊，释迦牟尼佛，佛世尊呐、啊，你讲这个实相般若已经啊，可是一般的人呢、啊，一般的众生不明白，没了解，所以啊，世尊。我再请求世尊呐、啊，为这个末法的众生啊，为将来的众生啊，善男子，就是一切好心的男子，善女人，一切好心的女人，发无多罗三藐三菩提心。如果他自己发恶多罗三藐三菩提心。啊，这个恶多罗三藐三菩提心，就是无上正觉的心。因为什么不发呢？因为这是佛的一个极果的名称，佛果位上一个名称，所以就保留不翻。最初这个翻译经典的这个法师，他没有把它翻译过来。保留着的，以后这个翻译经典的法师也就啊尊古不翻，所以啊保留这原有的这个意思，也没有把它翻过。那么他的意思啊，就是恶欧就是无上，三藐就正等，三菩提就正觉。这个正脚一凡夫，凡夫是不脚的，那正脚啊和凡夫不同了，他得到这个正当的脚物，所以和凡夫不同。正等就是一二乘，和这二乘的又不同，二乘啊只有正脚而没有正等，正脚啊正当的脚物了，正等于佛的觉悟了啊，还没有无上，这个正等呢还没有谈到无上。跟这个无上呢就是一菩萨了，和菩萨不同，菩萨只有得到正等而没有得到无上，所以菩萨呢就叫有上士，佛呢就叫无上士，没有再比他在他上面。所以这无上就是佛的极果，在过去翻译经典的大德法师啊，保留佛这个名号，所以没有翻。那么假如要有人发这个恶多罗三藐三菩提心，云何这句话请问佛了，说得怎么样能可以常住他这个真心呢？应住得到他这个真心能常住呢？云何降伏其心？怎么样才能降伏他这个妄想心呢？怎么样才能降伏他这个攀缘心呢？怎么样才能降服他这种的好高骛远的心呢？怎么样才能降服他这种啊无我共高的心呢？怎么样才能降服他这个一切虚妄的心呢？怎么样能降服他的贪心呢？
怎么样能降服他的嗔心呢？怎么样能降服他的痴心呢？啊，这降服其心，所有的这一切的这不好的心都要降服。怎么讲降服呢？这个降服啊，啊，本来他是不服的那种，那么现在好像两个作战，作战把他战败了，他投降了，啊，这就降服了。我以前没有讲吗？啊，贪嗔痴，你怎么样能降服这个贪嗔痴啊？啊，你就培植你这个戒定慧嘛。你戒定慧现出来，这个贪嗔痴它就没了。这个贪嗔痴也就是戒定慧，戒定慧也就是贪嗔痴，就看你会不会用了。啊，好像一样的钱啊，拿这个钱去买这个鸦片烟，回来抽了，这也是啊，觉得很好。你要拿这个钱去帮助人呢，令人呢免除人的痛苦呢，那这比你自己抽鸦片烟更好。那么一样的钱，看你怎么样的用法。这个贪嗔痴戒定慧也是这样子，你要是会用就是戒定慧，你不会用就是贪嗔痴啊。你明白了，贪嗔痴变成戒定慧，你愚痴了，戒定慧变成贪嗔痴了，啊，也就以前我讲那个道理，这个水不异冰，冰不异水，水即是冰，冰即是水，啊，也就是烦恼即菩提，菩提即烦恼，啊，菩提和烦恼没有两样的，啊。那么你不会用它就烦恼，就是烦恼。你要会用，烦恼变成菩提了啊，所以啊，说的是法，行的是道啊。那说的好，说的妙，不实行不是道，一定要实实在在去做去，老老实实依照佛法来修行。依照佛法修什么？就勤修戒定慧，熄灭贪嗔痴，这就是降伏其心。你把妄心降住了，真心也自然就常住了啊。那个所谓常住真心，性净没明体，也就是从你这个妄心起了，真心也就现出了。夫人善哉善哉，须菩提，如汝所说，如来善护念诸菩萨，善辅助诸菩萨，如今谛听，当汝说。善男子善女人，发阿多罗三藐三菩提心，应入是处，入是降伏其心。唯然世尊，愿要欲闻。释迦牟尼佛见须菩提这样的请问，来为众生啊请法，他很欢喜，所以啊就赞叹须菩提，说是啊，善哉善哉啊，说你须菩提真好啊，你须菩提呀、啊、好得很啊，哦，我很欢喜你，你是我一个最好的徒弟。于是乎啊，啊，释迦牟尼佛啊就说了，说如汝所说，啊，不错了，就像你所说的，如来善护念诸菩萨，如来我呀，啊，善护念诸菩萨，
善佛祖诸菩萨说这个般若法门，如今谛听，你呀、啊，你现在呀、啊，要谛时而听，你要特别注意。我方为汝说，我现在呀、啊，跟你讲一讲，啊，可是啊，你不要当耳边风似的。我讲呢，给你讲这个般若妙法，哎，你从这个耳朵吹进去，从那个耳朵又走了，啊，过耳不留，那可就是啊，枉费汝来一番的心血喽。你要特别注意听吗？当为汝说，善男子，你所说善男子、善女人呐、啊。宝多罗三藐三菩提心，应入世住啊，应该啊，这样的住才能够真心啊。入世住，入世降伏其心，像这样子降伏他那个心。这个《金刚般若波罗蜜经》啊，这个主要的、要紧的地方就在这个“入世两个字。啊，应入世住，入世这个地方啊，释迦牟尼佛呀，有一个表法，不过在文字上面说，怎么样呢？入世没有话讲，言语道断，心行处灭，在这是言语的道路断了。你心里啊所想的想象也没有了。所谓口欲言而思丧，口要想要说这个没有话讲，这话亡了，死亡了。口欲言而思丧，心欲言而虑亡，心呢想要攀援一下，哎呀，这种啊虑，这思虑心呢也没有了。入世这个地方呢没有话讲，就是叫你参参打坐，这就入世。应入世住，你应入世住，住到这个地方，你真心住在这个地方，入世降伏其心，你能以参参打坐用这种的静虑的功夫，你的往心也自然就降服了。所以说入世，入世是没有明显表出来，这有一个样子，有个样子，什么样子？就是叫你修道那个样子。你要能这样修行，就可以常住真心。你能这样，就能得到本来那个性性明体，你能这样子也就可以降伏其心啊。喂，须菩提一看这个样子啊，什么样子？没有样子，无相般若，没有样子，就这个实相的般若。须菩提就明白了，不但须菩提明白了，须菩提想将来的一切众生也会明白，是所以他应乐，这个为啊，就是答应的，哦哦，应乐之词，这个为就是应乐之词。比方说这个地方啊，好像那个孔子和曾子和一般的弟子在一起，子曰：生活无道一以贯之啊。他说我这个道啊，就是一用一个真理啊来把它贯穿起来的，这就是我的道。曾子曰：伟。曾子说就是这个伟，说啊、哦、答应啊、哦、如出门面问也。孔子走了，这一般男人也不知孔子为了一生这是什么意思呢？曾参知道了，但是其他弟子还不懂，就问说：“夫子之言何谓也？”
这老师所说的这个话是说的什么东西啊？说的什么？我怎么不明白呢？这是啊，这一些个弟子啊，大家也很粗气的，怎么样就问啊？夫子之道，忠恕而已，是吧？夫子这个道就是忠以持己，恕以待人呢、啊，就忠恕而已。那么就是这个美，可然呢，然又是啊，从乐之词，就是应了一声，再应一声啊，是啊，是啊，啊，是这个样子，然是这个样子。世尊，又叫了一声世尊，须菩提叫的啊，愿要一人，所以啊，很好要，很愿意好要听释迦牟尼佛你说法，听老师你说法的，我很愿意听的，不是像你，我这些弟子，老师你讲法，哎，我不愿意听，都不知讲什么，他讲中文我也不懂，要翻译。啊，我好像要睡着觉的似的，这要睡着觉啊，并不是啊，说是想要去入定睡觉了啊，这是啊，讲的太疲倦了哦，哎呀，为了太哦，我又做工，然后又要听啊，听的没有什么意思啊，所以就沉沉欲睡。佛告须菩提，诸菩萨摩诃萨，应入世成佛其行，所有一切众生，愿。男生绕太生，绕世生，绕化生，绕游生，绕无生，绕游想，绕无想，绕非有想，非无想，我决定入于涅槃。灭度之，若是灭度无量无边众生，实无众生得灭度者，何以故？须菩提，让菩萨有我相、人相、众生相。受者相，自尊菩萨。在上一段经文，释迦牟尼佛告诉须菩提，这是应入世住，入世降伏其心。须菩提说：“为然，世尊愿要一闻。”现在佛啊，又详细。对须菩提说，我告须菩提，诸菩萨摩诃萨应入世降伏其心，诸菩萨这个诸字可以当个多字讲，就许许多多的这个菩萨，也可以当一切菩萨讲，也可以当就是一个菩萨，诸菩萨，这个诸怎么说可以当一个菩萨呢？是哪一个菩萨？就是要降伏其心那个菩萨。那么说这个多字，这个诸字当一切讲也可以，当多字讲也可以。那么各讲呢，你要明白呀，多就是一，一就是多，
怎么有的多呢？是由一个积聚而成的，是多了。一个、两个、三个、四个、五个、六个、七个、八个、九个、十个，哦，很多了。这很多从什么地方来的？从一个那儿来的。所以我现在讲这个诸字，就当一个讲。哪一个呢？就是降伏其心那个菩萨。那个菩萨是哪一个？你真想要知道？你真想要知道，就是你。这法师讲经的，定是胡说八道的，也不依文解义，也不依义说理。我就是不说理，我这个法师啊，我告诉你，就是不讲道理的法师，没有道理可讲的。那么咱们说是就是你呢，你真想要知道这个菩萨是谁，你真想要认识他吗？你要想真认识这个菩萨了，那不就是你，就是你自己。说是我现在呀是个凡夫，还没有啊成菩萨。你那么你信不信你会成佛呢？信，佛都可成，何况菩萨呢？啊，菩萨更没有问题了。所以呀、啊，就可以当一个讲。我讲经就是这样子，啊，多我就当一个讲，因为多我数不过来了嘛，数不过来，算不过来那么多数，啊，就拿一个。这个没有读过是数学的，这是一个最好的办法。多了我就当一个来讲。那么这个诸字的的确确可以当一个讲啊？为什么呢？这个诸字啊可以当语助词，当语助词。语啊就是言语的语，助就是帮助的那个助啊，帮助这个话一个虚字。不实在的诸菩萨就是那个菩萨、啊、所以啊现在明白这个菩萨了吧？这个菩萨就是诸菩萨。摩诃萨呀，这个菩萨不是个小菩萨，是个大菩萨。大菩萨有多大？有大菩萨那么大吗？大菩萨还有多大？就是大菩萨那么大。你不知道有多大，现在我告诉你，有七个意思。这是个大菩萨的这个意思，这七个意思以前已经讲过了啊。听过的人呢，会听的耳朵都出油了啊，就是听的多了。那没有听过的呢，还想叫这个耳朵啊欢喜欢喜。所以呀、啊、我现在再把这个七个意思大量的讲一讲。第一就是啊巨大根，这个菩萨摩诃萨要有这个大根性。怎么样聚的大根？他因为啊在无量无量劫以前呢，在佛的面前供养三宝，礼拜三宝，恭敬三宝，那么做了很多很多的功德，所以叫执重德本。那么他在哪一佛的面前做的这些功德呢？啊，恒河沙数那么多。他不是啊与一佛二佛三四佛五佛而种善根，以无量千万佛所种诸善根。他因为在无量千万佛所种诸善根，所以他这个善根呢就大了，这个巨大根。第二呢，他有大智慧。
怎么样有的大智慧呢？从什么地方来的大智慧呢？因为肯发菩提心，他肯发菩提心，这就是有大智慧，才能发菩提心。有没有智慧的人呢，他就不能发菩提心。所以你们现在在到这儿来听经，到这儿来打禅期，这都因为啊，在前生啊，多多少少有点善根，多多少少有一点智慧，所以呀，才能参加打禅期，才能啊，在这研究佛法。如果你没有善根的人呢，你到这个门里边呢，这心里就觉得好像有个马猴子啊，在你的心里似的，啊，蹦蹦跳跳的，站也站不住，坐也坐不稳啊，就好像那个天人五衰现象那个样子，不坐本座了，坐本座就怎么样，就跑了。你们现在没有跑，甚至于我天天要打又要骂啊，要打一百香板，这一百香板不是容易受的，不是同你们讲笑话的啊。如果真要是啊，不开悟啊，不一定哪一个，一定要打一百香板的。这一次，我认可把你们打跑了，啊，我也要你们开悟。所以呢，这有大智慧，这个有大智慧发了菩提心还不算呢，还要要广度众生，广度一切众生。请观世音菩萨为什么他普门示现呢？他就因为啊，他有大智慧，要广度众生。可是度众生啊，而又不要着住到这个度生之相啊，怎么这样着住到度生之相呢？好像那个梁武帝，梁武帝就是中国呀，见到达摩祖师那个皇帝，那个皇帝你说怎么样啊？哈，他就是度生啊，招住度相上。怎么说呢？他见到达摩，菩提达摩第一代祖师啊，见到他了，他先问什么呢？说你看看我啊，度了这么多的和尚出家，造了这么多的庙，修了这么多的桥，你说我的功德有多少？有多少功德？这样一讲，这就是已经有我相了，有指着相了啊，有一种啊骄傲的心，骄傲共高我慢，以为啊，你看我这功德可大了，度了这么多和尚出家，造了这么多的庙啊，你虽然是印度的来的法师，但是恐怕你都没有我这么大的功德。所以他就一时间呢，就是叫达摩祖师给他戴几个高帽子，想要戴几个高帽子，想要在这请达摩祖师赞叹赞叹的，是说啊，你这个皇帝真是功德最大了，你这个功德无量无边呐、啊！哦，大要和佛是一样的。他希望啊，听几句啊，这个缠缠面鱼的话。怎么叫缠缠面鱼呢？就是啊，现在的话所谓溜须，又所谓拍马，就是拍马。叫达摩来，菩提达摩想请菩提达摩来个帮他拍拍马，你说这菩提达摩怎么能做这个事情？所以菩提达摩就知心是道场说，你没有功德。这一下把梁武帝就给说的啊，你这个黑脸的和尚的，
和我说我没有功德，所以以后也不讲话了，根本就不睬这个菩提达摩了。所以菩提达摩啊才怎么的，这个就是怎么样，可是度生了，他是度生，但是着住度相，找住度相，想求这个祖师来给印证，求祖师来承认他这种的功德。谁不知道啊，这个菩提达摩这个祖师一点人情都不记，不讲，不讲人情的啊。你皇帝活该，你是皇帝，我不卖你皇帝的账，所以就走了。那么为什么他招住度相上呢？就因为他没有真正智慧嘛。你要有真正智慧，就不招住度生之相，这是第二个，要有大的智慧。第三个大意思，信大法。这个佛法呀，深入大海，高过许米，是难窥难测的，不容易看得见，也不容易测量出来。但是你要有个信心，就可以呀，得到其中的滋味。你要没有信心，就是格格不入，望洋兴叹，看那个大海，哦，这个海这么大，我怎么可以把它喝进来呢？啊，我这一生这个大海的海水也喝不进，好像看见佛法的宝藏这么多，哦，大藏经这么多，我要什么时候能看完呢？望洋兴叹。你要有信心呢，我信沾了这个法，然后由浅入深，由近及远，由少而多，那么一点一点的来研究，终究有一天你会把佛法的宝藏通达无碍。必须要有深信切愿，要发愿，我一定要明白佛法，有实情，我要照着佛法去修行去。所以这深信切愿，这个切就是一切的那个切，切愿，好恳切的发愿，要消弃佛法，消明白了佛法，又要去实行去，实实在在的去照着佛法去做去，这叫深信切愿实行，这很要紧的。如果你没有信心呢，佛法再妙，你也不能得到其中的妙处。那么要信大法。什么是大法？这个般若波罗蜜就是大法。你信这个般若大法。这个般若是梵语，浮云叫智慧。你就信你呀自己本有的智慧。这个金刚经的经文上说，说乃至一念生净信者，如来悉知悉见。你就一念生出你这个清净的信心，佛就知道。佛既然知道，你这个电报就打通了。
你这个电报打通了，你和佛通了消息了。怎么样通的呢？你还没明白？就是由你这个信心通的嘛。你有这一个信心，一念生净信，乃至一念生净信者，如来细知细见，就把你这个电报给你收下了。收下了一看，哦，现在是哦，他现在对佛法生了信心了。好，我给他回一个电报，一个电报叫你勤修戒定慧，熄灭贪嗔痴。我给你回了一封电报，你收到这一封电报啊，就全拳扶鹰啊，用手这扎着，抓着，不要放了，啊，不要把它掉了。扶鹰什么呢？就要勤修戒定慧，熄灭贪嗔痴。啊，你看，啊，你和佛通了电报了，啊，你自己还不知道呢。啊，这真是妙法，妙法就是妙到这个地方。你自己收到电报都不知道，啊，这真是妙。这信大法啊。第四呢，要解大理。什么叫解大理呀？解就是明白，就是明白那个大的理。什么叫大的理呀？这个理还有大有小吗？当然有了啊！你事情有大事小事，这个理就没有大理小理吗？啊，这个大理就是个大道理。这个大道理是什么？我告诉你，你不要着急啊！我既然讲经，不会不告诉你。始终我会告诉你，我会讲明白了给你听的。什么？就是你要啊，明白你自己本来是佛，这就是个大理。这理即佛，佛即理，佛也就是理，理也就是佛啊。佛是已成之佛，我是未成之佛，佛和我本来是一个的，无二无别的。不过佛是修德圆满了，俺们这个修德没有圆满，所以俺们是未成之佛，佛是已成之我啊。佛是已成的我们，我们是未成的佛。不要把他囫囵吞个枣，说佛佛我我佛佛啊，佛也就是我，我也就是佛，这不能这样讲。你一定要说佛是已成的众生，众生是未成的佛。你要信真了，俺们是未成的佛，那么俺们这个本来是佛，现在未成呢，等成了就是佛了。为什么相信俺们本来就是佛呢？因为这个实相的般若没有离开众生的心，俺们众生的心也就是佛，佛也就是心，俺们的真心就是佛。不过俺们现在没有发掘出来俺们自己这个真心，用这个妄想心来当家，来拿它来用事。这个妄想心和这个真心来比较，
就好像啊，一个瞎子，一个有眼睛的似的。这个妄想心就是个瞎子，你那个真心就是个有眼睛的人。俺们现在竟用这个妄想心来用事，没有用我们那个真心。为什么不用我们真心呢？我们真心是不是丢了？是不是没有了？不是。为什么你用妄想心在讲楞严经上呢？我讲过，一念不着生三系，在那一念不着的时候生出三种系相啊，所以呀、啊，就把真心给遮盖住，那如来藏性就不能显现了，没能显现。俺们现在信真了，俺们就是佛，俺们具足佛的智慧德相。那么这叫解大理，第五个大的意思就是要修大横。这修行啊，不要得少离足，不要中道自化，不要半途而废，不要认为这个化成就是真的。得少为足，这二乘人得少为足，或者正初果、二果、三果、四果，他就不回小向大了，这叫得少为足。中道自化，走到半路上那个，好像那个无闻比丘，他坐禅呢，有这个自禅的境界了，升到自禅天上去，他认为他这就是证了四果了，这自己呀，画出界限了啊，我已经到我那个目的了，其实啊。那是在半路上，有了也半途而废，这个就是凡夫。凡夫呢，向前走，连四禅天他还没有到呢，走了几步才回来啊。他说这太远了，我走不到，这叫半途而废。有的走到化成了。化成啊，就在这个妙卡莲花经上就有化成。那化成为什么有个化成呢？因为啊，这二乘人修道修的啊，今天修求菩萨道也不到，明天修菩萨道又不到，后天行菩萨道也没有行完啊，这太长了。我说这个今天明天呢后天，这不是不过举个比喻，就是啊这一年两年甚至于啊很久很久的时间，想啊求这个菩萨道也得不到，这个菩萨道达不到目的，他就辛苦了，觉得啊太疲倦了，好像人走路似的，走得太疲倦了，不要走了，不要去了，去这个地方这么远啊，为了发位啊，太为了太安太安都高兴啊，这样子佛啊一看这些个人都辛苦了啊，就画出来一个城市，也说啊前面有一个城市啊，我们到那个城市里休息几天啊，前边呢离那个我们所希望那个目的地啊就不太远了，所以这些个二乘人呢到这个
化城里边呢，啊，一看这个地方也不错啊，啊，什么都有啊，啊，金银珠宝什么都俱全呢、啊，就想在这个地方住下，就不再向前去进取去了，啊，所以呢，这是保守。那么修行要啊，啊，忍苦耐劳啊，要不怕风雨，好像。在普吉列那边住的，听经刮风也来，下雨也来，这就是啊，有点意思了啊。这个我这个做师傅的心里很高兴，你想到这回徒弟都还对师傅印象算不错了。要是没有什么意思，他不会来听啊。他们听的佛法是有点兴趣了，这是啊，这个。有点忍耐了啊，所以我这个做师傅的做徒弟有忍耐了，做师傅也要有忍耐了啊，我也辛苦一点，我也给你们讲清啊，怎么样子就打七打的，这个坐的腿也痛腰也酸，又要去照顾事情啊，分了很多神啊，还一样来讲清，所以我征求大家的意思来讲清。那么不过我和你们大家商量商量，你们要如果欢喜觉得坐禅呢，坐的腿子痛了，愿意在这个陪着凳子坐一坐，陪着个凳子坐一坐啊，我就每天晚上还都可以讲经的啊，只要你们大家欢喜。那么讲经和打禅期这都是二不二的，这都是叫你那个心念专一注目应神的，你这听经这也就是坐禅，你在那坐禅不打妄想，这也就是听经的，所以呢这都是一个道理的。你会得呀，一切法都是佛法了，会不得呢是不是佛法，会不得也是佛法，会不得也不是说是就不是佛法了，会得会不得都是佛法。所以呀、啊、这个出言即细语皆归第一，然后这个修行要修大恨，修大恨就要能忍能让啊，能舍啊。我前是讲这个七大，不讲这个六度啊，你要修六度，六度啊就要布施，布施啊是布施给人，不是布施给自己啊，是帮助人，不是帮助自己的。说是啊，我看见出家人的化缘呢，他修道竟和人家要钱，他没有拿出过钱来啊。那个出家人拿出个钱呢，他不想啊叫你给他起个好名啊，说哦这是个好和尚啊，或者好法师啊，回来哦，他竟帮助人呢，真的想帮助人的，他不愿意出名的，不愿意啊要你名字的。所以呢，我尽我知道的，我接近的有一些个法师啊，啊，他真愿意帮助人，甚至于啊，你把他血给喝了，肉给他吃了，他都愿意的，他都欢喜的，他为这个世界人呢，把这个肉割下来来供养天地啊，这样他就做得到的。所以呢，那真正发菩提心的修大恨的人呢，你们没有见过，或者你见过呀，他也不会告诉你说我是个修大恨的，你知不知道啊？啊，他不会这么样告诉你，说我告诉你啊，我是一个真正修大修行人呢，他不会告诉你，他既然不会告诉你，你没有法子知道的。所以呀、啊，这个要忍，忍风忍雨忍饥忍渴忍寒忍暑啊，热一点也可以，冷一点也可以，热一点也可以，渴一点也可以，怎么样都可以。为什么它可以呢？就因为它有一个忍呢啊，
所以忍人所不能忍的，让人所不能让的，吃人所不能吃的，受人所不能受的。人家不爱吃的东西吗？啊，我来吃。也不要故意呀、啊，装模作样，装出了一个老修行样子给人家看，说你看你不愿意吃的东西我来吃啊，给人看样子那就没有用，那又成了一个家私了，啊，成了一个家里摆的那个摆设，家私懂不懂？家私，家私是家里摆的这个沙发、台台凳凳啊，这一切的东西，净给人摆着样子看的，啊，好像家里头房里布置很好的，这都叫家私，啊，那么你净想给人看样子，这也变成了一个家私，变成那个人家家里的一种摆设，所以不必给人家看样子。要真做实为啊，这修大信。第六呢，就经大节。经大节呀、啊，这个菩萨修的不是在一个佛那儿种善根，所以他经过很长的时间。多长时间呢？是三大阿僧祇劫那么长的时间。第七是求大果，菩萨为什么他要想求大果？他就因为想要求大果。这个果呀，是因果的果，不是果家的果，不是他说啊，菩萨是个小果，他想去大战和其他的果家争，把小果都征服了，变成他一个大果，不是那个果。这个果是果位的果，什么果位？阿多罗三藐三菩提。是个佛果的果，所以这是最大的菩萨他的目的，他的希望就是求大果。这个摩诃萨，你说这七种的意思，发心，这种的菩萨，这种大菩萨，他怎么样呢？应入世想，他应该呀、啊，像这样子降服他的心，怎么样子？没有让入世，入世是知法之子，是实相的离体，所以说是没有让。